上都要讲到这了。你看看多么大的冤枉！对错误的眼睛，给人带来的是极大的苦吧。不要认为，哎，起来的早，起来早有什么用？哎，我们的讲到我们的人成到凌晨5:30。你看有的人3点钟就起来了，有一次参加一个，他们3点钟早上3点钟就起来了，起来干啥？起来认罪，一大早就起来认罪。我心里想，你晚上睡觉的嘞，你晚上睡觉你犯啥罪？一大早又起来认，一直认到几点？认到6点钟。我说姐妹啊，你晚上在睡觉。睡觉，你早上一大早起来3点钟就开始认罪，认到6点钟。我说你这犯的啥罪呀？他说：“陈牧师啊，我们睡觉就犯罪呀。”我说：“睡觉犯啥罪？睡觉做噩梦啊，睡觉梦见不好的事啊，睡觉犯淫乱呐，睡觉犯污秽的呀，睡觉怎么怎么？”听见了，我说来这么说的话。你要这么信的话，那就照着你的信成了啊，是不是？你的真信耶稣信成这样了啊？对不对？那是照你信的成了嘛？你怎么信就怎么成啊？你信这信神的，照着神的成了；你信魔鬼的，照着魔鬼的成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睡觉，你做个梦，你看看啥？那叫啥犯罪？那叫你犯罪啊！你做个梦，就算是你做个梦，梦见鬼了，你做坏事了，你干啥了？你一定要记住，这也不是你犯罪，那是谁干的？那你就是遇到噩梦了，梦里你做了坏事了，那是魔鬼干的。魔鬼把那个不好梦的梦加过来，魔鬼把这个负面的梦加给你。你倒好了，还接收了，说我犯罪了，你还收过来，还真把它当成你自己的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明白真理，你要记住，这是从魔鬼来的，魔鬼加过来的。你要做的应该是怎样？不应该是把它接收进来，说我犯罪，我做噩梦了，我怎么了，我怎么？你要做的是奉耶稣的名一开，把这个噩梦不好的梦。比如说有人晚上有个人在跟我说，他说陈博士，我这个人有疑难的人，我晚上做梦都是疑难的梦，不好的梦，那些不会的梦，我天天都犯罪，就是我这晚上睡觉都犯罪，就是做这个不会的梦。他说赶紧为我祷告。我说弟兄，奉耶稣的名，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仇敌加过来的，你再接收了以后再认有什么用？他说是啊，我天天认罪，可是天天这个梦都有，天天都是疑难无悔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又天天认罪，他天天都想这些不好的事，天天都犯这些。能解决问题吗？所以他搞得是晚上睡觉都不睡了，这早上3点钟他就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是5:30起来，五点顶多5点钟开始起来，是不是？他3点钟就起来了，比你都早2小时。可是就这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跟弟兄说，我说奉耶稣的名，你要做的不是接受他，不是承认他。你要做的是奉耶稣的名击倒，明白吗？你要说奉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，奉耶稣的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是公义的，
接收，天天认，天天接收，天天认。你以为你是向谁认呢？你是向魔鬼认，你是在承认，哎呀，魔鬼太厉害了，魔鬼天天把自己放在我里面，魔鬼天天把自己挟持在我，我天天在说我又犯了什么罪，我又犯了什么罪，我又什么想错了。为什么魔鬼听得哈哈大笑？根本不明白灵界的运作，就知道死把你套，把经文套在你身上，反正是不好的地方，不好的经文都要拿过来套在你的身上来瞎指的嘛。看到没？所以连一个折腾到一个地步，连一个好觉都没得睡。你说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，连一个好觉都没得睡，你说你还能好吗？你看，听我讲到的弟兄姐妹，我就鼓励你，晚上十一点钟之前睡觉，不要超过十一点，是不是？早上你五点钟起来。欢喜灵快乐，晚上早一点睡，为自己祝福。我是耶和华所爱的，我晚上必安然入睡。是不是？听好道以后，晚上听好道以后祷告，心中又有喜乐又有平安，你一觉睡到天，睡到五点。阿门吗？这是怎样？这是第二个。这第二个方面你要看到的是，不要把这些错误的语境之下，人家犯罪的语境之下的这个方式套在弟兄姐妹上。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并不是你和你的祖宗被掳到巴比伦之地、亚述之地了，你要这样。这是他们的祖宗，哎，被掳到这个仇敌之地，明白？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一直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。你们要湖南的界定变来变去，那我们也被奴隶了过了，日本人侵略我们了，那是哪跟哪？你不要听人家瞎讲啊！我们也犯罪了呀，我们怎么样，是罪的奴隶啊，怎么怎么瞎讲。哎，那都是胡说八道，那不叫讲道，叫胡说八道。你听他这样讲就是害你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就是害你，他的一个目的不就是叫你认罪吗？把你祖宗十八代的罪都认了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能认得起吗？你祖宗十八代，你干了啥事儿？干了啥事儿？你能认得清呢？要靠你认罪的话，你是没办法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要看到新约之下，主耶稣直接宣告的是什么？宣告的是赦免。啊，宣告的是赦免。阿门。所以这个经文它就不适用于基督徒。不要套在。如果套在基督的身上，就会给你带来瞎指和混乱。啊，这第二个方面啊。第三个方面，那根据律法之约，他们被掳掠到这个地方了，他们要想得救，要想好起来，也必须得怎样？必须得认罪，在律法之下，必须得悔改。是不是？因为他违背律法，律法就是靠行为的，结果他们的行为完全与神相悖，完全与神为敌啊！所以他要想被救援，他就得要有这样一个认罪。所以他们后来这个，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历史后来就发生啊，后来这个以色列就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外邦之地。在最后你看，像尼希米亚
看以色拉呀，尼希米记、以色拉记你都能看到，还有以斯帖记啊。以斯帖记就是记载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国人的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还要被灭掉。以斯帖呢，被救，被神使用救了他们，救了犹大的犹太的这个民族啊。那尼希米记呢，就是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修建耶路撒冷城墙。那以斯拉记呢，就是带领一个极大的复兴，带领他们在这儿读律法，读律法书，学习律法书。他是个文士，是个律法律法师啊，所以非常重视律法，传讲律法，带领以色列人按照律法在这儿认罪，在这儿哭，在这儿悔改，最后怎样？带着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，成立了法利赛，成立了法利赛帮派，是不是？那新约耶稣的时代啊，是个法利赛人。其实他不是说一个贬义词，今天我们提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啊，以为是个贬义词。其实新约时代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都是文士、经学家、律法师，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伊斯兰来的，什么事都有个原因啊，有个根本，有个出头，看到没有？他们都是非常精通律法啊，其实他们非常虔诚啊，非常虔诚啊，所以他们非常遵守律法，非常虔诚，但是他们最抵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高举律法。精通律法，严谨的律法，是不是？但耶稣是赦免罪，都是爱，都是恩典，都是赦免，都是医治，都是释放，都是祝福，都是饶恕，跟律法，跟他们那一套完全相反。所以最恨耶稣的，其实不是那些当官的，不是政治人士，最恨耶稣的是宗教人。政治人士只不过是被这些宗教人士利用了，然后利用他们合法的把耶稣杀害。其实真正杀害耶稣的是这些宗教人啊，祭司长啊、文士啊、法利赛人啊，因为耶稣与他们的时空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有这样一个的啊根本原因啊。今天早上我相信我讲的很清楚，听明白了没？啊，听明白了没？好，这就是他们怎样啊？神就是给他们说的这些话啊。今天你不要把这个套在你身上。你再听到哪个牧师、哪个传道人啊，把这个经文套在基督徒身上，你一定要不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活在基督里，你什么你的罪，你祖宗十八代的罪。你祖宗的罪都赦了，是不是？耶稣都给你赦了，给你洗净了，给你赦了。耶稣都说你赦了，你还是说我祖宗十八代的罪，我祖宗的罪，你想干啥？是不是？时代不一样啊，时代不一样，这是律法时代，现在是恩典时代啊。那时候他们都是罪人。都活在罪之下，那今天你都是神儿女，都是一直都活在基督里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能难说了吗？你还回到以前时代吧？啊，听明白了，还是阿门啊？接下来43节。啊，到46节呢，啊，都是这个继续的啊，这个坚强加强啊，加强。你看啊，加强他这个刑法，以及啊，坚定他们要遵守这个律例典章啊。你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安息，是，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法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
苦的地方，受点这些，这是自己的事儿了。如果他悔改，回到律法下面去，被保护了，那遵循的律法还是可以，是不是？这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啊！律法是一个最低的保护，恩典是最高的拯救。以色列人他们活在最低的保护里面，基督徒活在最高的拯救里面啊！看到没有？哎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且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尽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看到没有？所以你要看到神是怎样的神，神不背约啊！哎，就算人背约了，神仍然爱，神仍然爱人啊，他不会把人灭掉。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的先祖是我在立邦人眼前从埃及地引出来的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记着摩西立的啊。看到没有啊？这些在西奈山立的，神对未来发展几百年，是不是啊？之后上千年，这些以色列历史的发展都清楚的说出来。他们守律法，他们就被保护啊；他们违背律法，他就受到这些刑罚。但是虽然受到刑罚，神仍然会怎样啊？仍然会存留他们，不会把他们灭绝。所以这叫法外。
听律法的倒不是不可以，也可以，你能遵守得了吗？你能遵守得了，那你也蒙福的。关键是没有一个人能遵守，是不是？大卫这么优秀，所罗门这么智慧，他们都失败了。你能跟大卫比，能跟所罗门比吗？你就认为我听律法的道，我一定要遵循律法，你能遵守得了？是不是？要是你能遵循得了，还要得耶稣干什么？如果你遵循不了，只要耶稣，那你就只听谁的道？你只要听真理的道、基督的道、福音的道、救恩的道、生命的道。阿门。听律法的道干啥？那不是捆绑你自己？是不是？那魔鬼的道也是这样，都是选择。你还听魔鬼的道，让你整天活在罪里面、病里面、负面里面、各种各样忧虑里面、感情里面、怀疑、不信、哒哒哒，都是这些仇里来的东西，你都听，你都接受，然后你都在这说，都在承认有。看到没有，弟兄姐妹，听明白了，今天早上就开窍了。啊，你就开窍了，所以这些都提前都预备了，是不是？救恩的道，是不是？你是选择听耶稣的，听魔鬼的？你听什么道就活什么事。阿门。对你来讲，今天都是相信和选择的问题。你到底相信谁，选择谁？你相信耶稣的，你就过和耶稣同行的生活，你听魔鬼的，相信魔鬼的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过和魔鬼同行的生活，被魔鬼奴役的生活。所以，宝贵的弟兄姐妹啊，我相信今天早上的灵修分享非常重要啊，会极大的帮助我们这些弟兄。你要学会做出正确的相信和选择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只要选择听耶稣的、信耶稣的，你必定心欢喜、灵快乐、肉身也安全。你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好、越来越蒙福的神。阿门，阿门，好不好？听明白的家人们喊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哇，陈博士讲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掌声响起来！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来祷告啊！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祝福了美好的清晨啊，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有你圣灵的智慧和启示啊，正义的解经，让神儿女们明白真理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荣耀感恩归给你，祝福这些儿女，你宝贵的孩子们，是这些真理使我们自由，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，真理使我们强大，真理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谢谢天父，赐福所有的孩子，所有的家庭，荣耀感恩归给你。同学可以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啊，鼓励你了，每天啊听真理的道啊，不要听律法的道，也不要听魔鬼的道啊，谎言的道。不要活在过去里面了。过去不管你有多少软弱、多少失败、多少亏欠、多少可怜、多少挫折，都过去了啊！哎，都过去了吧，不要再提了，也不要再想了。你要知道，就是有那些想法、那些提的，那都是从魔鬼来的。哎呀，把这些不断的播放、播放过去失败的、错误的，让你不断的想。让你活在过去里面，就活在失败里面，活在挫折里面。
基督徒，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没，你今天还活着，这崭新的一天，你还能来到神面前，还能向神祷告，你还能灵修，还能亲近神，还能活着，那都是证明一件事，神爱你。明不明白？神喜悦你，神接纳，神不计较你的过去。如果神不爱你，神不计，神不接纳你，神还天天定你的罪，纪念你的过去，你还能活着？你还能来到神的面前吗？你还有气息吗？你看那无知财主的比喻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还归谁呢？晚上灵魂就去走了，他早上还能怎样？啥感觉？所以宝贵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记住，你今天来到神面前，那就说明一件事，天父爸爸爱你，天父爸爸喜悦你，宝贝你，阿们。所以你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神对你的都是慈爱的，都是美好的真理的道来喂养你，供应你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啊。
是罪得赦，为我们立下的新约，你教导我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你。感谢你的主如此的爱我们，祝福了我们，荣耀感恩归给你。感谢你祝福所有的孩子们，让我们把领受饼和杯能够分辨饼和杯的意义，能够纪念主耶稣，我们不是纪念自己，也不是纪念罪，纪念魔鬼，我们是纪念耶稣，感谢耶稣宝血为我们而流，洗净赦免了一切的罪，使我们成为公义圣洁无可责备，没有瑕疵。感谢耶稣宝血，哈利路亚，为我们立下新约，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了，与基督合一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后嗣承受神的产业，这是耶稣宝血为我们成就的，荣耀归给天父。这样感恩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喝，这是主耶稣的宝血。